第四十五代般若多罗尊者，西天二十七代，系东印度人，系大势至菩萨的应身。从小失去双亲，不知籍名，特别喜爱拿着一串璎珞，人称之为璎珞童子的玉不如蜜多尊者传法，便往南印度宣扬心法，颇得南天竺国香智王的护持供养与敬重，后传法于达摩尊者，即曰：心地生诸种，因是复生理，果满菩提园，花开世界起。